今天我要拍的是张艺谋。见面啦！哇，是粉妹妹过来的呀？嗯，这是粉色头发。你们帮我们拍的吗？可以了吗？没有。那我想想，就是你还是坐在这里，坐在这里。对，然后你手就是成这个手。对。啊，再拍。不好意思。你要喝什么？你要吃什么，西西？这个我们喝过那个草莓口味的。哦，草莓口味。还有香蕉的。你喜欢喝哪个口？我都很喜欢，我喜欢吃草莓一点。我妹妹也喜欢喝草莓。草莓。好。谢谢。那我来个香蕉吧。走吧。像魔法一样，你穿上了吗？我害怕，哥哥，就是你脸贴在这里，有点冷啊，有点冰。